实在就是 SUM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宾士的小车 Smart， 然后它是07年的都会小车，它网络上的售价是29.8万。可爱的鱼眼头灯，这一台车仿 F1 轮胎设计，然后它主要是前窄后宽，然后可以让我们车子在行驶高速中可以稳定性极佳。有个非常厉害的特色，就是有一个透气，然后又舒适度极佳的座椅，这样子整体来说都非常的舒适。这台车07年的小车居然有换挡拨片，很神奇吧，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一台车。然后它这台车目前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4,996公里，一个非常可爱的引擎数表，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时钟，整支基本配备这样子。然后它有一个五速的自手排变速系统，共它的后车厢功能就是在这里。然后如果你临时想要出门远行的话，其实放一个行李箱就可以出门了。引擎是在后车厢，然后它是属于中置引擎的部分，后轮驱动的小车。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台宾士的 Smart 小车啊，小资女喜欢的都会小车，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我们彰化金马路的捷联汽车哦。如果有喜欢我们这台车的话，再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实在就是 SUM。